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要介绍衍生性金融商品第十期讲次，本讲主题是金融交换二。上一讲次已介绍利率交换，本讲次要再介绍另外两种金融交换，分别是货币交换跟交叉货币交换。货币交换是企业管理利率、汇率风险的重要工具之一。 可作为管理企业的资产与负债部位汇率、利率的风险。最常见的货币交换是固定利率对浮动利率的交叉货币交换。通常，一些信用平等、普通的中小企业，因为不容易取得长期的资金，它只好透过欧洲债券市场发行浮动利率的债券，然后再利用货币交换的方式，把它浮动利率的债务。 转换成长期固定利率的债务，如此就可以节省借款的利息成本。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介绍这样的商品。我们来看今天的教学目标：我们要介绍货币交换与权益交换的流程。本讲次的重点分别是一、货币交换的类型；二是货币交换的流程；三是权益交换的流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货币交换的类型。货币交换，我们称为 currency swap。它的定义是：交换双方同意在未来到期日时，以目前的及其汇率彼此交换不同的货币本金，同时在契约存续期间内，以目前的利率水准定期支付按交换名目本金计算的利息。 而交换的本金是期末一次清偿的方式为之，这个交易行为它的期限可能长达数年，除了涉及本金的交换以外，也进行利息的交换，因此货币交换有时候又称为换汇换利。根据以上的说明，货币交换至少有以下三个特性：一、货币交换不同于利率交换是。 两种不同币别货币之间本金跟利息的互相交换。二，通常期初跟期末都有本金互相交换，但也有在其中交换利息，也有呢不交换本金的。值得注意的是，期初跟期末使用相同的交换汇率。三，因货币交换涉及本金的交换。 所以交割风险比利率交换更大，这是因为货币交换不仅涉及不同币别本金的交换，同时也包括不同币别利息的交换。因为交换的币别不同，因此交换双方需要实际的交付款项，是没办法进行收付相抵的。货币交换我们按利率的形态可以分为固定利率对固定利率的货币交换，二。 固定利率对浮动利率的货币交换，三浮动利率对浮动利率的货币交换，其中类型一就是狭义的货币交换，而类型二跟三因为有涉及到浮动利率计息方式的交换，我们称为交叉货币交换。以下我们来解释这个类型二这个图形。好，起初的话，各位可以看到，甲方呢支付给乙方台币，然后呢从乙方这边收取美元。 然后在其中的阶段，甲方呢付给乙方固定的利率计息的现金流量，而从乙方这边取得浮动利率的一个计息方式。然后呢，到期末的时候，甲方把之前呢跟乙方所呃换过来的美元还给乙方，然后乙方把所当初换过来的台币再还给甲方。 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货币交换。刚刚这一个货币交换，因为中间涉及到浮动利率的计息方式交换，哦，所以是一个交叉货币交换的一个图形。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就是货币交换的流程。首先，我们来看狭义货币交换的流程。比较利益提供了两个公司来从事货币交换的动机。 货币交换是同为固定利率，但不同货币间的一个资金流量的互相交换。货币交换发生的原因哦，跟利率交换是类似的，也可以从比较利益来解释。我们可以从以下例子来加以说明。假设市场上有一家美国的甲公司，跟一家英国的乙公司，它面临了贷款利率条件如下。好，我们可以看到。 甲公司因为它是美国公司，哦，所以它在美元的这个借贷上比较便宜。你看，它只需要八 percent，但是他去借英镑，他就要花十一点六 percent。而乙公司因为是英国的公司，所以他借英镑就比较便宜，只需要九点零 percent，但是他去借美金就比较高，就要达十 percent。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由这个表。 告诉我们，甲公司因为是美国的公司，它借美元的资金成本比较便宜，所以甲公司在美元贷款市场上具有比较利益。而英国乙公司呢，借英镑的资金成本比较便宜，因此乙公司在英镑的贷款市场上是具有比较利益的。但假设甲公司呢，它需要借的是英镑。 而乙公司呢，要借的是美金，如此就创造了货币交换的动机。甲乙两家公司就可以先按照各自的比较利益去贷款，也就是甲公司先去借美元，而乙公司去借英镑，然后再去进行货币的交换，把甲公司的美元贷款转换成呢他所想要借的英镑，同时呢。 乙公司的英镑贷款转换成所要借的美元，简单讲就是甲帮乙借，乙帮甲借这样，这样子的结果，双方进行货币交换的结果，可以让甲乙两个公司共同分享两地信用价差的一个差距了。因为货币交换契约必须指明两种货币的名目本金，而且在交换契约的期初跟期末都要进行名目本金的交换。 好，我们来看以下这个假设：这个甲公司在美国境内举借一千五百万的美元，期间是三年，借款利率是八趴，半年复息一次。乙公司呢，在英国举借一千万英镑，期间是三年，借款利率是九 percent，半年复息一次。以下我们来看。 货币交换的合约内容有包括期初、期中跟期末。我们来看期初的话呢，就规定按一英镑兑换一点五美元的即期汇率计算，甲公司支付一千五百万美元给乙公司，同时向乙公司收取一千万英镑。接着我们来看期中，同样记得期中呢这样的交换达到六次，为什么呢？ 因为在三年的交换期间，双方约定每半年就要支付利息一次。甲公司呢，每半年支付年利率九点零 percent 的英镑利息给乙公司。同学要记得，因为甲公司是不是用英镑，所以他就要支付英镑的利息。好，我们来计算甲公司每半年的利息支出要支出多少呢？因为他用一千万英镑，所以乘上利率九 percent。 再乘以半年是二分之一，2, 所以等于四十五万英镑。至于呢，乙公司它每半年支付年利率八趴的美元利息给甲公司，因为乙公司呢它用的就是美元，所以它要支付美元的利息。好，乙公司每半年的利息支出就等于美金一千五百万，再乘上八趴的利息，再乘上半年是二分之一。2, 所以等于六十万美金。最后呢，在期末的时候，双方呢就约定三年后到期。那在期末换回本金的时候，记得他用的汇率是跟三年前是一样的，一英镑对一点五美元的汇率为基准。所以，因此甲公司必须把一千万英镑支付给乙公司，然后相对的。 乙公司呢也需要支付一千五百万的美元给甲公司，然后之后两家公司再分别把换回来的本金去偿还他起初在国内举借的一个债务。这样的交易流程呢，我们把它绘图如下的流程来帮助同学更加的了解。首先你可以看到起初的阶段是一个本金的交换。 甲公司到美国借贷市场去借一千五百万美元，乙公司在英国借贷市场去借一千万英镑，然后两个分别来交换，所以甲公司呢，呃，支付给乙公司一千五百万美元，乙公司呢再支付给甲公司一千万英镑。好，然后来看到其中的利息交换的阶段，甲公司因为它是用英镑，所以呢。 他每半年就要付支付乙公司四十五万英镑的利息，刚刚有计算给同学看。然后呢，乙公司收到这四十五万英镑利息之后，再去偿还他英国借贷市场的利息。另外呢，乙公司每半年要付给甲公司六十万美金的利息，然后让甲公司再去偿还美国借贷市场。接着我们到最后期末阶段，就是换回本金的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甲公司呢交付给乙公司一千万英镑，然后乙公司交付给甲公司一千五百万美元，这样的汇率一比一点五，是不是跟原来三年前是一样的？然后甲公司收到了一千五百万美元之后，再去偿还他美国借贷市场的本金，而乙公司呢收到这一千万英镑之后，再去偿还英国借贷市场的一个本金。 由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货币交换过程里面，甲乙两个公司除了可以取得比较低的外币利息以外，同时期初已经约定期末的交换汇率，如刚刚的例子，都维持在一英镑兑一点五美元，所以因此是没有汇率风险的。以下我们继续来看货币交换的利得怎么计算呢？倘若两个公司没有进行货币交换。 甲乙两公司必须到没有比较利益的市场去借款，所以甲公司只能取得十一点六 percent 的英镑贷款，乙公司它只能取得十 percent 的美元贷款。倘若两个公司要进行货币交换，那么甲乙两个公司呢，就先去有比较利益的市场去借款，甲乙两公司再来互相交换。 结果就会让双方的借款利息成本都因此而减轻，而互蒙其利。简单的概念就是：甲方乙借，乙方甲借这样子。好，甲公司呢先去借贷八点零 percent 的美元贷款，然后把美元贷款就转换成九点零 percent 的英镑贷款。乙公司呢先去借贷九点零 percent 的英镑贷款，然后。 再把英镑的贷款换成八点零 percent 的美元贷款，每半年呢，甲公司要支付九 percent 的英镑利息给乙公司，然后每半年乙公司要支付八 percent 的美元利息给甲公司，好，然后同学要记得，主要就是看谁使用这个货币，好，甲公司因为它使用英镑，所以他就要支付英镑的利息。 然后乙公司，因为它使用的是美元，所以它要付的就是美元的利息。所以说，甲乙两公司从事了货币交换之后，它的利得我们要怎么去计算呢？我们由下面的表格来带同学来计算这样子。好，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甲公司呢有从事这一个货币交换，它等于是把。 八点零 percent 的美元贷款换成了九 percent 的英镑贷款，这样子跟他原先自己要是跑去借英镑贷款，就是没有从事货币交换的时候，他自己去借就要十一点六，所以这样子甲公司比较来讲，是不是就降低了资金成本二点六 percent？至于像乙公司，它等于是把九 percent 的英镑贷款 转换成八 percent 的美元贷款，好，然后他假如说自己呢跑去借美金，是不是就要花十 percent？所以呢，八跟十之间的差距就等于节省了两 percent。所以从这个例子，各位可以看到，甲公司呢是不是节省了二点六 percent，然后乙公司就节省了两 percent，两者是不是因为这样的货币交换？ 都互蒙其利，好，我们刚刚介绍的 case 是甲公司跟乙公司，它付的利息哦，都是按照固定利率的计息方式，所以这是最狭隘的货币交换哦，我们就称它为货币交换。接着我们来看有涉及到浮动利率计息的货币交换，称为交叉货币交换，它的一个流程了。所谓的交叉货币交换，它的定义是双方呢。 交换不同的货币本金以外，也在其中交换不同计息方式的利息。与狭义的货币交换不同的地方在于说，有一组的利息是要涉及到浮动利率的，其中就包括了固定利率对浮动利率的交换，还有浮动利率对浮动利率的货币交换。好，那。 以下呢，我们用一个图形来带同学可以认识一个固定利率对浮动利率交叉货币交换它的一个例子。首先，我们先跟各位讲这个例子的一个概念，之后我们再用图形表达，让同学更加深了解期初、期中期末要怎么样来换。好，现在有一家假公司呢，他想要以这个三亿两千万的新台币买五年期。 然后一千万美元的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是设定为四 percent。不过呢，这个公司预期未来台币相对美元汇率会升值，所以他担心到期还本的时候，他拿回台币的本金会减少，这是甲公司担心的。同时，甲公司呢也预期美元市场上的利率会上升，但是他收到的债券利息。 却是以固定利率的一个计息，这样子相当于美元利息是拿少了这样，因此甲公司与乙公司呢，以乙银行就签订了五年期的换汇换利，就是我们所谓的交叉货币交换。那以下我们用这个图形，这个交换内容，我们用图形来表示给同学了解这样子。好。 我们看到起初的阶段呢，是一个本金交换的一过程，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甲公司呢，它是不是等于支付给乙银行三亿两千万的台币？好，然后乙银行呢是跟甲甲公司呢是一千万美元。如此，甲公司拿到了这一个美金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到美国借贷市场去买它的一个债券？ 然后，以银行呢，呃，收到了台币之后，它可以在借贷市场来进行借贷这样子。好，然后我们看到，假如来到其中阶段，是每半年支付一次的利息交换。好，然后依约定的话，各位可以看到，甲公司呢，因为他从美国的借贷市场上固定拿到了是四趴的利息。 所以，甲公司它付给乙银行是美元的利息，是一个固定的。好，那当初我们约定就是三点八 percent。好，然后乙银行的话呢，它从国内的借贷市场里面取得了这个台币的利息，所以它支付给甲公司是台币，依照 CP 计算。这个 CP 就是所谓的商业本票，它的利率是一个货币市场浮动利率的一个代表。所以，因此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 甲付给乙是固定的，好、哦，美元利息；乙付给甲是浮动的，这种商业本票利息，这就是为什么称为交叉货币交换的。好，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看到换回本金。好，换回本金呢，就是代表当甲公司五年到期了，所以美国借贷市场还本，它就取得了一千万美元的这个还本。 所以呢，他就一千万美元给乙银行，然后乙银行呢依约就是给甲公司三亿两千万台币。那由这样的交易，是不是就可以看到甲公司呢？他当初担心的会拿少一点的台币，可是他这样子等于跟他五年前一样的哦，就是一千万去换这个三点二亿的台币，所以因此他是没有汇率风险的。 介绍完货币交换跟交叉货币交换的流程跟利得之后，以下我们来看，呃，过去货币交换的一个例子。这样子，全球第一笔的货币交换交易是一九八一年八月，首先由所罗门兄弟公司为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我们简称的 IBM，以及世界银行安排了货币交换。 这样的货币交换呢，把信用风险转嫁由中介的银行来承受，就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然后双方呢签订的合约就简化成一个交换的合约。为什么呢？有货币交换的交易，这是因为当时世界银行发行的是欧洲美元的债券，但实际上它需要什么？德国马克跟瑞士法郎货币。 所以呢，他就是居间呢，由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一个安排，找到了多国籍企业 IBM 来进行货币交换。所罗门兄弟公司它是一个这个呃投资银行，好、哦，所以它本身当然可以了解不同企业它的一个资金的需求。所以 IBM 公司呢，它在1980年代三月间介入了德国马克跟瑞士法郎。 所以它等于有非常多这样的资金，好，那到一九八一年八月的时候，德国马克跟瑞士法郎分别对美元贬值了二十五 percent，跟十七 percent。各位可以知道，IBM 呢，他去借钱，然后呢，这个借的货币居然是贬值了，所以 IBM 等于从中就会赚到汇兑利得，对不对？ 然后呢，IBM 跟世界银行进行货币交换。当这个货币交换完成以后，世界银行就把它的美元债务转换成马克跟瑞士法郎，它得到它真正所需要使用的货币。IBM 呢，借由这一笔货币交换呢，它又锁住了马克跟瑞士法郎的汇率，而且它根本不需要承担汇率变动的风险。 同时也赚到汇兑的利得，因为刚刚有提到，他所借的货币是在贬值的，所以其实他未来付的钱是少的。我们发现这样的交易是不是交换的双方呢？借由这样的货币交换，就互谋其利了。好、哦，了解了这个案例之后，我们来看交叉货币交换在财务上有哪些用途呢？它包括降低资金成本，增加企业筹资管道。 同时，也规避利率跟汇率变动的风险。企业根据未来的利率走势，可以利用换汇换利来调整资产或负债的计息形态。同时，借由不同币别本金的交换，由于期初跟期末交换的本金汇率是相同的，因此可以规避使用不同币别本金所产生的汇率不确定性了。接着，我们看第三个重点。 权益交换的流程，好，权益交换我们英文称为 equity swap，它的定义是交易双方彼此同意在契约期间内，在名目本金不交换的前提下，由一方支付另外一方股价指数或股票的报酬，譬如某段期间的股价变动率乘以契约的名目本金，而另外一方则支付。 对方固定利率或浮动利率，譬如像 LIBOR 乘以明目本金，到期实我们只就双方的现金差额来进行交换，由应付金额比较多的一方付给另外一方，所以它本身呢，本金是不做交换的，好，它是有一个净支付的概念。以下呢，我们说权益交换交易呢，其中的一方。 我们把它称为权益端，这个权益端呢是市场指数的收益者，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权益端。另外一方我们称为固定端，它是固定利率的收益者。假设甲公司是权益端，这个甲公司拥有台股指数的投资组合，它希望把投资组合的报酬转换成固定利率的报酬，所以它就跟乙公司呢这个固定端签订了权益交换的契约。 这个契约提供了甲公司一个避险的功能，为什么呢？它使它持有股票投资组合，它可以收取固定的报酬，如此可以规避股价指数下跌的风险。以下我们来看权益交换契约它的一个内容是这样子的：名目本金是十亿元，契约的有效期间是两年。 然后每隔半年计算支付的金额，然后甲公司必须支付台股指数报酬给乙公司，所以各位可以知道，甲公司它其实是这种浮动的。乙公司所付的交换的利率是八趴。为了帮助同学了解，我们把这样的权益交换呢，把它画成一个图形。我们来看下面图形，来了解这样的交换。各位看到甲公司。 他可以收取台股指数报酬，好，所以呢，他就跟乙约定，他每半年就付给乙公司台股指数报酬，这个是浮动的。然后乙公司呢，是付给甲公司八趴，是一年，所以半年付四 percent。好，这个图形我们就知道，在交换过程之后，甲公司呢，这一个所谓的权益端，他把指数报酬转换成固定利率报酬，因为台股指数报酬可能正，也可能是负。 所以，甲公司每半年付给乙公司的金额可能是正，也可能不必支付，反而可以从乙公司这边获得固定的金额。而乙公司的话，它本身是，呃，负固定的。好、哦，那透过权益的交换，它可以是从这个收到权益的这个好处。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假设半年之后，台股指数的报酬率是七 percent。 好，甲公司要付给乙公司七千万，好，那是怎么计算的呢？好，甲公司呢是用这个七 percent 去乘以十亿元，好，所以得到七千万。乙公司要付给甲公司四千万，因为我们刚刚知道乙公司是固定的，所以就是四 percent 乘以十亿。双方就差额部分进行清算，由应付金额比较多的一方付给另外一方。 所以，甲公司只需付给乙三千万就好了。在假设半年后，台股指数的报酬变成负四 percent，因为指数报酬是负的，甲公司不但不需要付任何的钱给乙公司，反而呢可以从乙这边得到四千万。为什么四 percent 乘以十亿？乙公司依旧还是可以从甲这边拿到四千万，就是固定的四趴乘以十亿元。因此，甲公司的总利得。 就是八千万。从以上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权益交换对投资者而言，它是具备了股权的合成，把投资组合转换成固定报酬的形式，规避投资组合的风险，跟重新分配投资组合等多项功能，可以让持有股票投资组合的一方，即使遇到股价波动，还可以收取固定的报酬，享有稳定的收益来源。 可以规避指数下跌的风险，达到原来自己设定的投资原则。那就另外一方固定端而言，它透过股价指数的交换，它可以获得股价变动的报酬。股价涨，它就等于可以收到比较多的价值；股价跌，相当于资产价值减少。好，所以由这样的来讲，双方就可以互蒙其利。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介绍到此。 谢谢各位的收看，下次再会。